各位米粉，各位媒体，所有关心和支持 Redmi 的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 Redmi 开系列是为全球热爱科技的年轻人打造的与众不同的性能旗舰。基于这样的产品理念，我们打造的 K30 Pro。 K30 Pro 可能是2020年极少的 5G 弹出前面屏，上边框1.97毫米，左右边框1.75毫米，下巴3.45毫米，屏占比92.7%，弹出的速度提高到0.58秒。在灯效方面呢，一共有5种。这次我们给大家一共带来了4个颜色：高光效果的千禧蓝，高光效果的月木白，AG 工艺的太空灰，AG 工艺的星环紫。Redmi 这一次呢，也牵手了 Kiss Herring， 我们一起合作，给大家带来了几款保护壳，一共3个颜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会在3月27号10点，我们进入销售。定价49元，我们的电池容量也做得非常的棒，4700毫安时。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设计，叫三明治的主板设计。我们还为 K30 Pro 搭载了一个超薄屏下指纹。K30 Pro 呢，采用的是高通骁龙865，我们搭配了最新的这个内存技术 LPDDR5， 最新的闪存 UFS3.1。迄今为止地表最强的这个性能组合，它支持呢 NSA 和 SA 的双模，360度的环形的天线设计，搭载了最新的 WiFi 6的技术，立体的散热系统，9个温度传感器，都做了大面积的这样一个石墨散热片，超大的这个 VC 散热板，那搭载的是33瓦的这样一个极速闪充啊，配合我们4700毫安时的电池呢，大概在63分钟就可以100%的充满。我们和速度与激情九合作，成为了速度与激情九在中国区的独家的这个手机合作伙伴。这次呢，在 K30 Pro 上面，我们搭载的索尼的6400万的这样一个超清四摄的系统，支持与苹果同款的这样一个 HEIF 格式，搭载了一颗800万的支持3倍光学变焦、30倍数码变焦的变焦模组。我们还搭载了一颗1300万的123度的超大角度的广角的这样一颗镜头。那在它的标准版上面呢，替换了一颗镜头，50毫米的长焦微距。那口罩的细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 Redmi 呢，在整个产品线上面首次搭载了光学防抖，我们支持2.35:1的电影画幅。在前置方面呢 ，K30 Pro 搭载的是一颗2000万的前置的 AI 美颜的相机，超级文档、身份证影印。我们找三星特别定制了一款高素质的屏幕，搭载的是E3材料，超高的对比度，500万分比一，有一个高亮模式，800尼特，峰值亮度可以做到120尼特，支持 HDR10+，它可以实现360度的光感的自动亮度，它支持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。K30 Pro 支持线性马达，我们还搭载了一个1216的超线性的扬声器 ，Smart PA 大音量的外放。同时我们这一次还首创了一个柔性的音腔，我们也通过了哈瑞斯的 Audio 认证，德国莱茵7V 的高游戏的性能认证，它还支持超级蓝牙，能够做到400米不掉线，支持双频 GPS， 多功能的 NFC， 3.5毫米的耳机孔，还支持红外遥控，真实的价钱是2999。所以 Redmi 永远要做性价比之王。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2个版本，所有的价格 Redmi 这一次牵手了千千向上。我们从4月1号开始， Redmi 会是千千向上的首席合作伙伴，首秀会在4月5号开始播放，希望大家到时候来观看来捧场。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小爱触屏音箱，8寸，我们有6大视频平台的内容，还有海量的学习内容，它还可以做大屏的视频通话，它还是我们智能家居里的一个触控面板，大屏的可视门铃。它的价钱是多少？349元。27号上午10点，在小米商城1元可以正测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这一次还给大家带来一个 Redmi 智能电视98寸 Max， 超高画质，192的分区动态背光。定制了12纳米的芯片，支持 MEMC 运动补偿。下面我就为大家揭晓 Redmi 98寸电视的价钱，19900。我们会在4月9号10点进行首卖。今天呢 ，Redmi 为大家带来了3款产品，我们把它叫三屏齐发，持续发力 ARO7。
这次米粉节呢有四大看点，三大服务升级，我们还有22款新品的爆款上市，我们会有超过100款的年度爆款给大家特惠价，无门槛的现金红包5000万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。